上，用一手做编花的动作。舞编花时注意转腰，边在身体前后绕转。舞边时边要连续快速运转，有边舞一堵墙的之称。舞动过程中不许间断，不许脱手。背边，背边的做法是在舞边的基础上，在拢边的基础上，使边在背部着力，然后改变边的运行轨迹。背边时注意，通常配合身体的转动。背边时注意使边运行要成立圆，防止边头打击自己的后脚步。过背扫边，在拢扫边的基础上，使边沿背部扫转。扫转时注意收下额，低头俯身。扫边时突出边横打一片的技法特点。反鬼肘边，在鬼肘边的基础上改变运行方向，反手鬼肘而出边。反手鬼肘边时，在拢边的基础上注意边经腋下鬼肘而转体，使边改变运动方向。扫腿边，扫腿边的做法是边向下扫击时，两腿依次跳起让过边。扫腿边时注意边与腿要协调配合，边到起腿。在边法中有纵打一线、横扫一片、竖拢平扫、起法无边的称赞。扫边时要尽力扩大扫的面积。缠腰裹脖边，缠腰裹脖边的做法是使边在腰部绕转一周后，沿颈部再绕转一周。绕转中要充分利用边的惯性，所谓边走顺势。在缠腰裹脖的过程中注意手拨动边体，使边加快速度。架边，架边是收边的一种主要方法，通过手臂的架握使边自动而停止。
同时架边也是防守对方攻击的一种方法。架边时要充分注意架的位置，地堂扫边，身体侧卧，用手推地，使边贴近地面扫转。地堂扫边时注意身体的协调配合，特别要注意边要严禁贴近地面扫转，防止边竖直打在地上反弹起来。扫边又分为侧身扫、仰身扫、抛边。在握边的基础上，随手使边伸出为抛边，在边法中有放出一条线的称誉，撑地摇边，一手支撑，两脚依次沿地面绕转，同时右手持边在头顶上方平行扫转。摇边过程中，下肢与摇边要协调配合，上下一致。收边，在边法中有收回一团之说，是指收边时要节节使边屈握收回。收边前注意使肩、肘、前身减缓边的惯性，依次将边收回。组合练习，组合练习一，组合练习一中主要有拢边、回肘边、屈步架边等动作组成。在边中有拢起来是车轮飞转，舞起来如钢棍一条的之说。在拢边过程中注意保持边的挺直。组合练习二，组合练习二中突出了背边，在背边时注意使边贴在肩上，通过贴在肩上改变它的轴心，缩短边的运行轨迹。组合练习三，组合练习三中主要由反鬼肘边组成。在反鬼肘时注意防止边在肘部脱落，因此要注意肘的屈伸程度。组合练习四，组合练习四中有拢边及过背边等组成。
组合练习五，组合练习五。